这样完了。嗯，在哪儿上班？广东。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，那可是大事啊！盼星星盼月亮，每一回就跟过年一样。今天这个电影放不成了。我来看电影，我女儿在电影里，我来看我女儿。把片子放下。这是我捡的。你叫什么名？就叫刘闺女，派出所随便给起。大家想不想看电影？混沌の時代を明るく照らす。你把我女儿的烂片子还给我！巨匠ジャン・イーモ監督が描く映画への愛と希望。我只有这一次机会。ワンセカンド、永遠の24フレーム。